那个白衣男子一直昏迷不醒，昨夜便暂且将他安置在库房中，现在去确认一下他的情况吧。你是何人？为何夜闯我明书门？那个女人又是何来历？她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没交代清楚，不许走！你等等，那个人往侧门方向去了。他虽擅闯门派，却也击退了那个可怕的女人，保护了爷爷。不能不管。受了内伤，我劝你不要勉强行动。救命啊！怎么回事？救命啊！有妖怪！先救人要紧。村民们经受不住攻击，要先除掉他们周围的妖物。就能困住这条凶兽了吧？不好，可能凶兽很快就会摆岩石撞他，快走！小玲，
你醒醒。很危险，别过去。深感棘手的凶手，他竟然一己之力出去。不对，凶手出现七年来，从未听说过有人能击败。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
多谢义兄相救。我明白了，是你救活了我。什么？他身上的黑气似有蹊跷，我去看看。你做什么？修武。小秋，如任务如何？现有缘何在此？属下缉拿魁宇失手，经严波泉眼撤离魔界时，遭遇魔尊重楼阻击，坠落人界。春姿间已失落于严波。重楼现身严波泉眼，魔界已有所警觉了吗？神界，魔界，他们是神族。敖虚神尊，弟子等人接驾来迟，请恕罪。那女魔逃了？弟子知错，已经加派人手扩大范围搜捕那女魔。修武，春姿剑乃与汝相伴而生之神剑，可破六界阻隔，亦是克制魔族之利器，此损失可谓不轻。春姿剑既已丢失，汝又需共生灵术，便暂留人间，一切行事且问孟章。是。神尊，无碍。此次身体愈加虚弱，降神之术无法长久持续。若天魔众出现，本尊再降临。恭送神尊。上神，月姑娘，神尊已示下旨意，请二位到我天师门做客，共商降魔未到之际。好。两家门派有些芥蒂，但那都是祖师爷那辈的事。可千百年来都从未听过有神族降临人间之事，这到底是……上神好，上神好，是个苦差事啊。你识得那头凶兽？上古神灵兽，西去。既是神灵兽，怎会到人间作乱？西渠因袭扰神树普定印，
背叛神域道荒天域，到越狱私逃。据说各地出现的凶兽身上也都有贩子烙印，难道说……对了，他身上的那股黑气又是什么？看着有些阴森，不像是神灵兽应有的。的确不寻常，吸取秉性虽暴躁，但若不招惹于他，亦不会主动伤人。难道是他在人间遭遇过什么？不过吸取已经，眼下应该无法查证了。昨天随监兵长老下山了。上神，月姑娘，容我引荐。明朔门月清书，掌门已将来龙去脉告上神。请，月姑娘也请。月姑娘同上神关系匪浅，那就是我天师门的上宾。这是误会，昨夜他在明朔门同一个女人战斗。女人？天魔众的魔女。她神子，昨日我击退了一只巨鹰，救了小秋，当时她颇为害怕。看来那魔女潜入门派后又幻化成巨鹰。略幸而有惊无险，先入座再说吧。上神，敖虚神尊记忆失下，就请您援助天师门。你亦不得离开我。上神，就算你救过我，也不该如此轻浮梦浪。月姑娘，上神伤重濒危之际，因机缘和你结为共生，需在你身旁方能维持力量。怎么会？我与他萍水相逢，既无交集，何谈结为共生？你有。啊，你。你是那颗果子？这平白无故咬了他？不对，我咬的是果子。月姑娘，近年来人间突然出现着诸多凶兽，其实正是天魔众暗中操纵。现在能击败凶兽的唯有上神。月姑娘身为上神的共生者，还望连续苍生，相助天师门。上神是御敌之重要力量，为确保上神实力不受桎梏，还请月姑娘留在天师门。掌门放心，明朔门和天师门仅一山之隔，若生变故，我旋即赶来驰援。月姑娘，我知道两家门派有些芥蒂，但那都是祖师爷那辈的事了。孟章掌门，门派纠葛已远，我从未在意。我要回去，只因爷爷需我照顾。好办，那便请令祖父一道住在天师门呢。你这什么共生法术，我们真的不能离得太远吗？难办，真的要留在这里？爷爷虽可自理，但时日长了总是不妥。但凶兽和天魔众是大事，爷爷那边请彭大叔帮忙照看一下的话。我跟你走。上神，只要能完成任务，我待在哪里无所谓。掌门师兄，神子他说吧，这里没外人。神子苏醒后大吵大闹，非要找月姐姐不可。小秋，
既如此，月姑娘，还请同我去见神子。师兄，神子安全至关重要，外人接触……我不是说了吗？此间没有外人，请随我来。孟章掌门似乎早已对天魔入侵一事知情，但千百年来魔族作乱都是一等一的大事，您缘何秘而不宣？非天师门刻意隐瞒，七年前凶兽作乱，各大门派均束手无策，所幸神子下界，神尊得以神降，传授我等神族术法，人间才得以喘息。但彼时神尊尚无法查明凶兽来历，我等不知其根源，很是被动。神子平日居于高塔，就是为了隐秘行踪，保其周全。怪不得小秋说从未离开过塔，他的身份原来如此重要。近日神尊终于查明天魔之存在。哦，所以他是受神界指派去铲除天魔咒，不过却失败了，才到了人间。或许发觉到了神尊所为，天魔才激进行事。这一次他们用计不成，下一次怕是要大举进犯，强夺神子。此乃神元塔，是天师门守护神子的重地。那么小的孩子竟然一人生活在这高塔里。这座塔的门禁如此严密繁琐，说是守护，却和囚禁无异。姐姐，你来了。我和巧玲来看你了。现在应该没有被附身，脸色也好一些了。我醒来后就在天师门了，那个伤害爷爷的坏蛋抓到了吗？爷爷的伤好了吗？我找不到你们，担心了好久。爷爷已经没事了，真多亏了你。我一个人在塔里好寂寞，还想再去你家玩。神子，不可。好，如果你有机会来，我再给你做好吃的。神子，今日神尊神将，你也累了吧？还是早些休息吧。嗯。要是他不让我去，那我就再让大老鹰带我飞出去玩。只要他飞低些，我就不那么害怕了。神子，我听见了。那巨鹰是魔女派来迷惑你，将你掠走的。我会加固门派的结界，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。孟章，你真坏，我再也不理你。哼。近日神子过于劳累，需要多休息调养，
灵光，等下吩咐厨房多准备一些滋补药膳，为神子进补。是。姐姐，你要走了。你好好休息，有机会的话我再来看你，好吗？好。神子，我们回房吧。掌门，这般守护方式形同囚禁，质子如何能承受？此乃迫不得已。如你所见，天魔中计于神子，甚至已将他掳走一次。此塔乃我天师门法阵中心，是结界防护最强所在，唯有此处最安全。月姑娘当真不留在天师门？令祖父也可以一起住下。爷爷对天师门成见不小，以他的个性来了这里怕是要吵翻天。那就有劳月姑娘照料上神了。明树门里只有我和爷爷两个人，招待你会不会有些不太方便？那里灵气充裕，并无不妥。啊，我是说，算了，先回去吧。能出去逛逛就好。龙妖壁橱真的对吗？应该预备了一百多位吧。今日竟能亲睹神族降临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小秋是天师门侍奉的神子，那他也是来自神界。乖孙女儿，你可回来了。他是爷爷，您听我说。竟然有此等奇石啊。这里是他要的。够了够了，不要再和别人说这件事。小秋是神子，这么说黄皮子欠我们一份大恩呐。请问上神尊号是？我叫修吾。修吾上神，为民除害大英雄，老夫敬你一杯。你真的打算留在我们这儿？势必如此。既然你都留下来了，不如就加入我明树门吧。啊，弃暗投明。他们天师门有神子，难道我们明树门就不能有神人吗？怎么样，当不当明树门的弟子？不当的话就不许留下来。好好好好好啊。从今天起，修无上神就是明树门的弟子了。听说啊，待会儿收拾一间房间给修吾。啊，修吾啊，你就安心在这儿住下来啊。我们这儿清静，不像天师门那边人多闹腾。
时候不早了啊，我去躺一会儿。你们也早点休息啊。跟我来，我带你去住的地方。刚才爷爷那些都是玩笑话，你不必当真。我已应允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若是加入我明术门，按江湖规矩，你得称我爷爷为掌门，称我为师姐。所以爷爷说的那些，你不必。师姐。当真？啊！可是，你贵为神族。生灵无高低贵贱。既然是规矩，我自当遵循。他看起来似乎不是在开玩笑，那明术门岂不真的有神族弟子了？师姐，这是我的房间。哦，是的。若有不便之处，请告诉我，我就住在主殿西侧。你用这个擦擦脖子的伤痕。你咬的伤痕？对，你快用药膏涂一下，这个治伤和祛疤很管用的。哦。然后不要再和别人说这个伤口的来历了。自从爹娘去世，这间屋子就一直空置着，还好我经常打扫，才能这么快就收拾出个像样的弟子房来。爷爷也真是的，越来越孩子气。一夜没睡好，竟起晚了。爷爷一时兴起收他做弟子，而他竟然答应了，所以我的确是有师弟了，还是个神族。哦，好啊。嗯，怎么？这是？我看他身材和你爹相近，就给他换上试试，怎么样？很有风采吧？可见修武与我明术门确实有缘呐！这是我爹的衣服。我没见过。是你娘亲自给你爹做的。哎，只可惜呀，你爹还没穿过就。老头子真是的，今天这么好的日子我哭什么呀。明术门时隔多年
终于又有新弟子了。九无啊，今日是你入门第一天，这柄宝剑就作为见面礼赠予你。此剑名青天剑，和青书继承的碧海剑，是我明术门镇派雌雄双剑。虽然比不上你失去的春姿神剑，但若二人齐心协力，双剑刚柔并济，辅以御灵之力，威力亦是不凡呐。谢掌门。好啊，以后明术门就指望你们了。对了，师姐，你看这个伤口已经全无痕迹了，多谢你的药膏。我不是让你别再说这个了吗？我并未提及伤口的来历。这件事就此翻篇，以后不要再。大人，此地有铸魔之阵。无妨，速战。众长老，解铸魔之阵。凡事多加小心。